such a small world, such a tiny planet. We're all children of the stars and time. Such a small world, such a journey of a列支敦士登这个名字源自列支敦士登家族。17世纪的时候，他们为了可以在罗马帝国的议会得到议席，于是就买了这块地，成为他们的国家，直至到今日。列支敦士登人是亚勒曼尼人的后裔，他们大多数都是讲德文，又或者是德文的方言亚勒曼尼语，是唯一一个官方语言是德文但是跟德国没有交界的国家来的。昨晚吃完瑞士餐，今天当然吃回些本地菜式才行啦。屋主 Tracy 就跟我们介绍了一间可以吃到当地传统菜的餐厅，餐厅老板兼大厨都很好客的，还说要教我们煮本地的东西、啊、第一样就是学整薯蓉、啊、薯蓉很容易而已。哇The traditional food is always brought in there. I know. I know. I know. 我知道為什麼外國人這麼肥了，原來他們下牛油不是啃下啃下啃一半下去，他們一回到來之後，那塊牛油撕了張紙就扔下去了。原來我們一直都誤會了他做這個 apple cream， 但原來是一個用 apple 做的甜品來的。應該剛才發了那麼久的粉就是那個炸醬，我現在就把我的豬油炸它。我真的不知道原來在外國吃炸東西都是用豬油炸，我以為外國人應該會用橄欖油啊或者我覺得不會咯、啊、豬油又便宜，原來都是跟我們一樣豬油撈飯，又便宜又正，是不是？咁呢一個咧就係列支敦士登嘅傳統小食嚟嘅，佢個名咧佢啱啱教咗我啦，係叫做 Apple Cream Crackly， 係嘛 ？Apple Crackly，yeah，perfect。好啦，咁我頭先都見到係點整噶啦，所以唔使再講，我哋而家試一試先。見到中間佢個蘋果咧，其實已經融咗喺裡面噶啦，試下唔點汁先，就咁食，就咁食。哇，好正、啊，好好食，好清新啊！因為一來是個蘋果令到我覺得好清新啦，二來又雖然佢用咁多油炸，但又唔覺得真係咁油膩啫喎，個感覺。嗯、可能嗰個炸粉咧炸出嚟咧唔係咁吸油，我覺得。哦。所以你可以試一下，試下啦。不如我一陣間唔按 cam 嗰陣時先試啊，好唔好啊？可以望住呢个咁靓嘅景去食呢餐饭咧，真系一件赏心乐事嚟噶。而且嘢食嘅价钱绝对系抵到你唔信啊！一个主菜都系廿几法郎左右，大概即系百几两百蚊港纸。百几蚊净系食个西餐都抵啦，更何况仲有个咁靓嘅景。呢、這个景咧真系有钱都买唔到啊！如果仲有白马王子就好啦。喺对面啊！Main course 就是頭先我哋幫手，都唔算有幫手喎，即係見佢擺佢入去幫眼咯，係幫眼嘅嗰個豬肉。頭先用咗成嚿牛油嗰個薯仔喺度，係咪？就係嗰個薯蓉啊。嗱，你試啊。好食。好食就好食。係，我知鹹嗰啲。好鹹。我望到都見到係啊，點解咧？試下先，佢係嗰啲牛肉啊。呢個係咪應該都係豬髀嗰、那個嗰、那個肉？我應該都係豬髀啊，同埋係咪有分過嘅咧？嗯，連埋個薯蓉。咁又好味好多啊！
就係頭先好大嚿肥啊，好大嚿牛油整出嚟嗰個肥嘢。冇錯。而家呢嚿變咗嗰嚿肥嘢啊！我同緊一嚿肥嘢食飯啊！我哋去廚房搗亂又食完餐飯，最後老闆竟然好好人咁話唔收我哋錢喎，仲叫我哋再去列支敦士登玩嘅時候要揾佢添啊！實在 very nice 啊！後會有期啦，拜拜。Hey, excuse me. Yes. We wanna have that. Sure. Yes, them. Three, please. Three. So, two of us. Two. It's six, right? 我俾啊！我請今晚有人請食飯啦，快啲啦！好啦，我冇。有錢人淨係攞信用卡出街嘅啫嘛，你知啦。唔係因為咧，我哋去歐盟嘅國家咧，其實咧就淨係會吸咗我哋入境嗰個國家嗰個印嘅啫。嗯。咁好似我哋巴塞隆納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見到喺又淨係得巴塞隆納嘅呢個印。但係咧，我哋去到咁多個國家咧，都唔會有其他印可以吸噶啦。唯獨是嚟到呢度列支敦士。唔係唯獨是。唔係唯獨是咩？Thank you.佢印其實係非常之簡陋啊，同埋咧佢係寫到明係寫住 tourist office， 係有少少流口水嘅感覺，好似自己啊嘛，揾我兒生嗰啲印吸落去咁啊，但係佢啲郵票就真係好靚啦，我仲見到我哋熟悉嘅中文字帖喺呢度。啊，聽講唔係聽講呢啲咧，其實就係呢度嘅政府揾一啲中國嘅 designer 特登去出一啲。呢啲咁中國式嘅郵票嘅，咁目的咧就係希望有更加多嘅中國嘅遊客過嚟呢度啦。誒，其實我哋一路行過嚟 tourist office 嘅時候咧，都見到有一啲其實我唔知道係咪中國咧，即係亞洲人嘅遊客喺度嘅。但係我又覺得有少少傻豬豬嘅。既然我哋係中國遊客嘅話，過到嚟又點會買啲中國嘅手信封咧？咪係咯，傻豬豬嚟嘅。列支敦士登咧係個郵票大國嚟嘅，梗係要參觀一下佢哋個郵票博物館啦。博物館同佢國家一樣，都係非常之細，只係有六七十平方米嘅啫。不過佢入面收埋嘅郵票就非常之多啦。由列支敦士登1912年發行嘅第一套郵票開始儲起，收藏咗世界上過百個國家同埋地區發行嘅郵票同埋手信封㗎。香港，唔該。根據咧，因為我唔識得列支敦士登嗰啲文，根據我嘅觀察咧，這個咧應該係以前咧郵差送信嘅時候或者送包裹嘅時候咧要攞住嘅嘢嚟嘅。咁啊，我假設佢而家裡面係冇裝嘢啦，但係咧都完全係攞唔起，都完全係攞唔起。因為咧今晚咧阿志峰咧冇錢食飯噶嘛，咁所以咧而家咧佢就要做一個大挑戰啦。咁如果咧佢可以喺15秒之內咧將呢一個郵票完整咁樣做翻出嚟嘅話咧，咁咧佢今晚咧就可以有大餐食啦。OK， 好 ，3, 2, 1, go！3, 2, 1, 0我讚隻角，冇飯食啊！各位觀眾，喂，你真係串錯字喎！你睇下你 literate 長咁大，唔係喎！你睇個屋頂移咗去呢邊，個屋頂應該喺呢度先啱。唉，抵你冇飯食啦，係咪？抵啦，不做事不吃飯。睇翻佢先。好啦，各位團友，可以跟我過嚟呢邊啦。呢邊啊？
邊就喺呢度啦。啊！頭先咧，我用我嘅魅力啊，誒快啊嘛嘛嘛，魅力咧就攞到呢支旗翻嚟，唔使錢噶。咁呢支旗咩事嘅咧？列支敦士登嘅旗咯。嗯。跟住我咧，我仲問佢喎，究竟呢支旗係誒有咩意思啦？跟住佢就話皇冠就係代表誒皇室啦。係。跟住咧，紅色同藍色係誒代表你同佢。不是代表我同你。是啊是啊。藍色紅色咧就係代表以前啦，因為佢誒守衞嗰啲守衞嗰個城堡嘅士兵就係著住藍色同埋紅色嘅嗰啲盔甲。uniform, 哦 ，uniform。係啦，所以咧一路流傳到依家，就藍色同紅色就代表呢個國家啦。嗯。咁既然講開 castle， 咁不如咁啦，我哋上埋個 castle 睇下啦。好啊。列支敦士登城堡建于公元十二世纪，位于首都雅都兹嘅山上，是最古老的皇室家族住宅之一。不过最得意的是，皇室长期都不是住在这里，是住在国外的。咁多年以嚟，只有现任亲王住在这里，他是第一个住在首都城堡的亲王。列支敦士登是行君主立宪制的，但他和欧洲其他没有政治实权的皇室就不同。皇室是大权在握的，而且还超级有钱。亲王是世界上第六有钱的国家元首。我们在城堡外面参观的时候，就被我遇到亲王的园丁。虽然没得入城堡参观，但这个时候见到最接近亲王的男人，当然是跟他八卦一下亲王汉斯亚当二世是一个怎样的人。不过他把口很密，只是不停地跟我们说亲王很 nice 很 nice 很 nice 很 nice， 还说很喜欢他。大家好，是蔡雪莹在列支敦士登同大家看天气。现在室外气温大概是八度左右。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之残忍的现实，就是深呼吸一下。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大草原上面，其实是充满着牛屎味的，但是这些牛屎味又怎可以掩盖到人与人之间那一份人情味呢？在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先将时间交给你，天气先生。今晚我哋俾屋主 Tracy 请咗去佢细佬屋企食饭，呢一位咧就系佢嘅细佬 Johnny， 而呢一位咧就系佢老婆 Doris 啦。哇！你睇佢哋间屋几大，净系一间房啊都大过我成个单位啊，仲放多部琴添啊，阴公！唔得啦，见到部琴我忍唔住啦，等我露两手俾大家睇下啦。我現在的感受是這裡很涼，還有我很肚餓。是很肚餓，還有呢很羨慕他的 Open Kitchen 是很大超大。但你呢有沒有想過呢，如果我們在香港煮香港的餸，即是中國菜的話，是 Open Kitchen 是很出事的。是，所以我特意是裝修的時候是特意不用 Open Kitchen 都要刪回它的嘛，因為太多油煙了，其實中國菜，但是外國就好一點。最重要是什麼？有鑊氣。我覺得 Johnny 他很好，就是老實實，即如果因為我看到他右手其實他受傷的，受傷的，即但如果我受傷的話，我真的不會 welcome 你這麼多人來我家裡在那搞搞陣，是吧？是啊，所以他真的很好。你是特別壞的，如果你是 welcome 的話，但是他都真的很好咯，即他幫我們搞了好多嘢喎。你睇下，我哋完全係好似去餐廳食飯咁樣， yes. 高級西餐咁樣嘅喎。我諗下女主人應該都預備咗好多個 course 去俾我哋去試。係啊，我而家好期待，一行入嚟已經聞到一陣好香同埋好温暖嘅
屋企嘅味道。唔係，同埋咧，成件事咧，最緊要佢話俾你聽咧，我哋係冇安排過，只不過咧就係、是、我哋尋日到步嘅時候咧，就係、是、Tracy 就問：，咦，你哋想唔想食下我哋列支敦士登嘅 local 嘅食物啊？ local 食物啊，哇！咁我哋梗係搭上㗎啦，係咪？唔會搭唔上㗎嘛。係啊。跟住點不知就哇，咁樣就有九大鬼。Doris 咧就喺度準備緊一個列支敦士登嘅傳統嘅主食。先用蛋、芝士同埋面粉咧整成面团，再切成粒，然后咧就用滚水淥熟佢。咁我依家咧整紧嘅呢个菜咧就叫做 Fluffy， 系啦。咁佢其实系咩嚟嘅咧？佢就系用一啲蛋啦、啊、面粉啦、啊，咁样去捞埋一齐一个 mixture 咁样。系啦，然之后咧咁样。整佢出嚟嘅時候咧，佢啱啱跌落去咧，就會變咗形成咧，就一粒粒咁樣佢就。咁呢啲就係呢一度當地人嘅一啲主食嚟嘅，即係好似我哋喺香港食飯。食面啊，食粉啊咁樣。係。同埋咧，啱啱聽佢講咧，話呢個菜咧要學一年先至可以，先至可以係即係煮得好嘅。嗯。Yes。係啊，好似識煮咁喎。好似識煮。但我依家好大壓力啊！一陣線手整錯咗嘅話，就真係 okay. Yes, OK. Oh, you make give this inside. Yes. You make this one. OK, OK. Trust me, I cook too. Okay. Yeah. 好啦，嚟啦嚟啦嚟啦，要快啦。Yes. Okay. 啊！啊 ！Sorry. Oh, oh, oh.哎呀！係啊，話咁快我就已經失敗咗一次啦，不過唔緊要嘅，失敗乃成功之母嘛。撈曬啲面上嚟，放啲芝士喺面，放落焗爐焗佢十分鐘，焗完再淋啲牛油上去，就大功告成啦。呢道菜咧就係以前啲窮人嘅主食嚟嘅，食少少啊就會好飽肚噶啦。屋主見我哋未食過咯，咁啊當然咧就煮俾我哋食啦。好濃烈，係啊，已經覺得好濃烈、好香，同埋好想食佢。是很濃烈的芝士味，我想它真的放了很多芝士下去，如果喜歡芝士的話，即是我平時在香港會叫一個cheese plate 放了芝士在那裡，都不夠這個這麼濃烈、這麼香、這麼正。我們這一碟就是用列支敦士登的芝士，本土的芝士來做的，那就是沒有 fat 的，完全沒有脂肪的，是，而這個呢就是充滿住脂肪的都是用芝士做的，充滿住脂肪的，在這裡充滿住脂肪的but I have fat, it's okay 六嚿變一嚿it's okay it's okay 是啊，所以呢吃東西當然要吃最濃味最 original 的，是不是應該是最新鮮的，在這裡應該最新鮮。原來他說呢最傳統的食法呢就不是這樣那麼 elegant 放在這碟裡給你吃的，而是呢以前的人呢就一煮一兜出嚟之後咧，就每個人攞個叉攞個匙羹就暗嘅，係啦，就咁樣食嘅。嗯。不過依家我哋有呢個咁嘅，咁梗係。依家我哋要講儀態，食西餐啊嘛。又是你啦，梗係要講儀態啦。梗係啦，你而家快啲 serve 人咧，你唔使做嘢嘅咩？好，咁我擺住呢個喺呢度先。好為食啊！食咁多嘅。係 ，Tracy。當地人講開飯啊咧，就係講 a quarter。咁我而家就 a quarter 啦，好肚餓。食完濃味芝士做 strong man 之後啊，阿 Johnny 仲拎埋佢私夥珍藏自己釀嘅烈酒出嚟請我哋飲噃。食飽飽 ，Johnny 佢哋咧仲為我哋準備咗個節目噶。原來 Johnny 係一個當地好出名嘅鋼琴家嚟嘅。Oh my god， 偶像啊！
嚟列支敦士登之前咧，我就聽過呢一度咧，賣郵票出名啦，係一個好細好細超細嘅國家。但係你嚟到之後咧，就會發現原來人係更加渺小啊！我企喺呢個草地上面，你覺得我幾咁渺小係咪？同埋呢度嘅環境真係好舒服啊！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呢度啲人咧。是真的很 nice， 好 nice， 對你好好。即係無論我只不過是經過一間餐廳同你打招呼啊，然之後埋去傾下偈啊，又可以傾一輪偈，跟住喺巴士度又可以傾下偈。即係好似咧，每個人咧都好 welcome 你嚟呢一個地方咁樣。呢一個係非常非常之好嘅感覺嚟嘅。同埋咧，已經有人喺 Facebook 度問我啦，喂，子峰啊，喂，如果咧我想嚟列支敦士登嘅話咧，我嚟幾耐先夠啊？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你個人好 hea 得、好 chill 得、好中意大自然環境嘅話，我諗你住一世先至夠。喺列支敦士登呢兩晚咧，我哋住咗喺一間大屋入面。咁喺我間房旁邊咧就係一個露台仔嚟嘅。第一晚夜晚咧，我哋一齊喺出面睇星星，因為呢一度咧好空曠，所以啲星星同我嘅感覺，我覺得好近。我爸爸在兩年之前離開了我，我成日都跟自己講咧，爸爸咧變成了一粒星星照住我嘅。喺嗰晚我見到天上面有一粒星星咧，好閃，好似同我打緊眼色咁。我覺得佢同我一起咯。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撳埋個鈴鈴，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